哎，最近看到不少这个微信群呢，有些讨论呢，拍 JPEG 还是拍 RAW，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十几年了，我感觉这一定就是穿越了哈。这个问题呢，其实这个很好解答，就是 JPEG 和 RAW，首先你同样的照片，你就是同样的场景，你会发现哇，RAW 拍出来的这个动态范围比 JPEG 高太多了，你拍出来的细节比这个 JPEG 高很多很多，你能，但是。问题是你如果是后期处理过的，你 JPEG 也可以进行后期处理，也会得到更好的效果。所以呢，就是你直出到底是直出还是做后期，就是两派人争执不休。哎，后期说哇，你这个相机这么强大的这个功能，你直接直出，你不如用手机拍算了，对不对？直出的说，哎，我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拍摄，你这个都是后期，你就是不算的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个人认为，我最近是。被迫使用了一段的时间的直出啊，被那个使用的原因是因为 Lightroom 并没有对佳能这支100到400、5.6到8还有16毫米、2.8这人就开放它的这个镜头的这个参数，所以呢，用 Lightroom 做后期不方便，我就索性直出了。发现，哎，用直出之后，不仅是这两只镜头，我这24-70直出，发现哎也还不错。哎，其实你直出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你其实你拍照的这个热情就多了很多，因为你发现你。你拍照，你可能拍2小时，你回去直接导进电脑，哎，就完事儿了，而不是用你后期你再做1小时工作，你的热情就会变得减少。所以直出的话，你的工作量减少，你拍照的热情就上涨，觉得很不错。那，确实有些照片你直出发现不行，因为你直出，大光比的条件下，你直出要么人太暗，要么就过曝的很厉害，那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同时拍 JPEG 和 RAW 嘛。其实你的相机你参数你可以设置。啊，录到2张卡，然后每张卡都是 JPEG 加 RAW。其实你知道这个相机这个有那个照片的大小也没有很多，除非你是1亿像素的相机，其实 R6 这个2000万像素就非常合适，一张照片就20兆，然后 JPEG 6兆，加起来就26兆，哎，非常非常合适。我现在的操作流程就是把 RAW 照片都存到一个文件夹，然后把 JPEG 直接导进你的苹果的相册。如果真的发现哪张照片特别喜欢，然后又需要后期一下呢，那就把同样的名字的 RAW 照片找出来，然后再用 Lightroom 处理一下就行。所以呢，绝大部分的选择题的答案都是这样：拍 JPEG 还是拍 RAW 呢？我全都要。